美食之城名古屋。市场汇集了各种新鲜食材，成了名古屋美食的基底。用味噌制作的料理更是名古屋的一大特色。不容错过的还有鳗鱼料理。每一条鳗鱼都在高温的炭火上精心烤制而成，名古屋特色美食鳗鱼饭三吃。经过细致处理的鳗鱼，层次鲜明，口感丰富。